你穿上点衣服，你冷不冷啊你？傻小子火雷撞啊！不是你这个脚啊，待会儿把这袜子给我扔了啊！我这给你买的新的红袜子啊，踩小人的。哎叔，嗯，你手机呢？借我用一下。哎，这抠脚的时候你别拿我手机啊，这东西贴着脸对着嘴呢。没味儿，怎么不爱干净啊你？过大年喽！哎，饺子来喽！哎，你呀，给我，还让我调了馅儿怎么样啊？你是给自己没少到啊？是不是在警校老跟同学喝酒了？学校不喝酒了。哎，等等，给干爹磕个头，拜个年啊！有红包？有，你看，哎，祝干爹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，工作顺利。红包拿来，你单喜贵，双喜贵，嗨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嗯，来吃饺子。烫啊，慢点啊！告诉你烫了吗？馅儿怎么样？爆！嗯，运气这么好啊？不是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夹住了吗？这是？嗯嗯，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你这爸爸怎么当的？饺子里还放钥匙？这放钥匙啊，跟放硬币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谁吃这钥匙就能中一辆天津大发啊！哎，擦嘴。我又没毕业，我要怎么干饭？大夫，他这大舌头没事吧？不要紧的，麻药过了就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好嘞，那谢谢大夫啊，这不就差半年了吗？你要是考上市局了。离家这么老远，得有辆车啊！先拿这车凑合着，等将来叔叔有钱了啊，叔叔给你买辆好车。没错，我要干警察啊。那你考警校干什么？哎，吃块糖润润嗓子。嘿嘿，你妈要是知道，大过年的我把你弄医院来，非撕巴了我不可。我妈根本就没被你们开除，是不是？你就记住，嗯，你妈妈她是个好人。聊聊吧。2018年毕业，拿了点不该拿的东西，回不去了。正好偶然把龙七给干掉了，就用他的名义接活。为什么会选择他？什么选择啊？名气大，价格高。捡了个大便宜。你怎么会去读警校啊？公务员呗，家里老头逼的。干过警察再干别的，多少也带点警察的意思吧。这有救了吗？只要有人做龙七，管他做什么呢？那你妈呢？
十几年没见过，都忘了长什么样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了解我吧？以前西北狼三当家。三当家，在西北狼刚起家的时候，军火是大头，我主要负责那部分。在黑市军火最鼎盛的那几年，我才是西北狼真正的老大。所以，你才会倒霉。对，功高盖主吧。在古木兰看来，我的野心很大，是个祸害，所以他要除掉我。当然，我也想干掉他，可惜我晚了一步。和我说这些干嘛？因为我看见你，就像看见了我自己，所以我要除掉你。别动！这哥们谁呀？我见过。什么时候？警校大一的时候，一警察来我们学校开讲座吹牛，讲义里的案例画像就是他。他是被一警察打死的，知道是谁吗？你知道。汉北刑侦支队陈凡。他在哪儿？不给钱就想套我话。他在哪儿？改行干扫黄了。去年九月在牡丹园洗浴中心见过。老子裤子刚脱，他就带了一帮人进。当时剁了他的心脏。太君，嫌疑车辆来到了兰陵路之后，一直往西北方向去了。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摄像头当中是在昨天晚上的7:25，在衡山路的岔路口，再往北就是郊区，是土路，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。途中也没有发现任何楚夜寒留下过的痕迹，但不过附近收费站给的反馈是没有任何可疑车辆离开过汉北。沿途宾馆呢？按照目前排查情况来看，没有任何可疑人员入住记录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西北方向也有据点。按照老强的做派啊，他之前闯入民宅，看得出来。按照原来的计划呢，是不管收网成败，他都要归队，他跑什么呢？不见狼王，不松口，可干得出来。这老枪跑了还能追，这臭小子要是真进了套，那哭都来不及。这小子，但凡在路上给咱们撒泡尿，也算留点线索。这下可好，直接石沉大海了。细致不补，可人没了呀。你不觉得这小子长得像某个人吗？谁呀？七姑。老七？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这什么？农七的。七姑的。这是你七姑入会的时候留下的，不是说早上也打碎了吗？打碎的是你们几个老头子呢，七姑跟你们不一样。如果他是七姑的儿子，那说明肯定是古木兰派来的，那没什么好说，直接剁掉。应该不是，他上过警校，而且他认识陈凡，
太巧合了。他认识程凡，杀了宇哥，差点抓住你的那个程凡。问题就在这儿，有办法吗？结果不可能马上出来，这段时间我们也别让他闲着，就让他去杀程凡，给宇哥报仇。睡不着觉，还得吃点这个。钱，帮个忙。不是敢杀警察吗？再来一个。这么快就找到他了？不过他是警察，很贵的。你想要多少？500，少一分不干。成交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。你干活，我监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联系上了吗？还没有。这次行动取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到他，联系到以后让他马上归队。师傅，咱们既然已经放出了这条线，我觉得是不是再坚持一下？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什么？楚雨涵的生命吗？师傅，楚雨涵两次突破咱们的围堵，戏做得够真够足啊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迹象能表明他出现了问题。他现在所面对的困境是我们所有侦查员都要面对的，如果单从他的安全考虑，我建议您再斟酌一下。于大洛，他跟于大洛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比我还清楚。自己最好的兄弟倒在血泊里，而且就在他的眼前，你想没想过，对于一个20刚出头的人来说，我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？我姓古，古代的古。哦，那你应该叫古琳娜。跑不了了，猎狗咬的。
在这儿。哎，小野啊，哎呀，你吓我一跳啊！啊，今天妈没有带你一起来上班了。嗯。哎，把叔叔手机给我，叔叔手机在哪儿呢？哎，谢谢。叔叔包里有糖，你拿着吃啊。嗯。师傅，赶紧找到丽娜那个姑娘，就是之前跟咱们签了保密协议的那个姑娘。我觉得她很有可能是古木兰的女儿。你确定吗？也不确定，我之前呢找错了七个，所以我就没好意思跟您说。但是这个女孩不一样，她说她实际姓古，而且脚上有伤，跳的还是西北狼的舞，我觉得这三点都是符合的。我早就锁定他了，但昨天商场的事，是他替楚一涵报的警啊，事后又主动找我配合调查，这个从情理上说不过去啊。那就先不要惊动他，先查查他的家庭关系。我也觉得女孩挺好的，挺单纯的，但也有一种可能。她是古木兰的女儿，只不过她没有参与西北狼的事情。好，小野。嗯。玩什么呢？嗯。我在玩这石子游戏啊。哦，你真厉害呀。陈叔叔，你再不吃饭就凉了。你妈给我做的。啊。哎，打开我吃点东西。哎呦。哎，你跟你妈说，你说陈叔醒了。哎，你看这陈叔这不方便呀，能不能让他进来帮帮忙啊？我妈才不会喂你呢。嘿。程叔问你，嗯，程叔玩乐高厉害不厉害？嗯，还行吧。那以后，程叔经常上你们家陪你玩乐高，好不好？我都上一年级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想陪我妈妈玩。你个小机灵鬼，你什么都懂呢你。嗯，手给我。程叔以后跟你妈一起照顾你。你想当我们的新爸爸吗？这得问我妈，我妈说了算。你同意有糖吃，好多好多糖，还有冰激凌，大蛋糕，咱们吃火锅。哎，程叔再问你个问题吧，你别跟你妈说啊。嗯。你认识穆少文吗？我老爷呀。他在哪儿啊？卡里沙，他对我姥姥和妈妈不好。姥姥走了以后，妈妈就不喜欢他了。哎，嗯，妈妈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妈妈，陈叔叔想当我爸爸。行。他问我姥爷在哪，他说我不告诉你。妈妈，可是我已经有爸爸了呀，我的爸爸可比陈叔叔帅多了。程叔叔好了，收拾收拾也挺帅的。妈妈早就告诉过你，不可以通过外貌去评价一个人，知不知道？可这是你说的呀，你要给我找个斯文的爸爸，戴眼镜的那种。程叔叔可以买个眼镜框戴上啊。你看程叔叔还给你弄好吃的，对不对？程叔叔还教你数学啊，陪你玩乐高啊，咱俩还可以一起玩植物大战僵尸，咱俩还可以一块踢球。我可以教你玩滑板，好不好？小野，喜不喜欢程叔叔？嗯。喜不喜欢？你上个厕所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你慢点。
喂，姐夫。你还在汉北吗？对啊，我在。我叫了一辆车，今天晚上6点回卡里沙。啊，打车回卡里沙？对，正好路上顺便办点事儿，坐火车也不方便。怎么样，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？我都行啊，那就一起吧。那我到时候来接你。太君，真的有情况，要不你过来看一眼。手机。打错了人可不好办。单线联系，安全可靠，记住了，掉了脑袋你别掉线。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嗯。大洛呢？大洛怎么样？吃饭，对不起。我要去看大洛。大洛在哪儿呢？程凡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还没有过危险期。啊，你现在不能激动。我要去看大洛。程凡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我不能成为任何人的阻碍，这样我会觉得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一涵和他的妈妈，更对不起你。更对不起大洛。程凡，不要因为害怕失去我就变得畏首卑微。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深呼吸。顾医生，你快来看看七号床的病人。好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太君，古琳娜跟她姐夫通完电话之后，就按照她姐夫的要求，打算跟她一起回卡里沙。她姐夫手机号码注册的名字叫做周记，男，35岁，是卡里沙蓝天民宿酒店的股东之一，但法人代表叫姜文丽，39岁。古琳娜所属的家庭不姓丽，也不姓古，而是姓姜，叫姜九平，男，58岁，是姜文丽的父亲。1000多公里打车。刚才你说他们家没有姓李的？对，没有。但不过，抬举我觉得肯定有，咱们抓嘛。锁定，继续跟踪。明白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嗯。
我看看有没有尿到裤子上啊？有没有？哎呀，咱俩玩个游戏好不好？什么游戏啊？躲猫猫，跟躲猫猫差不多啊。来，你躲那柜子里啊，你把耳机戴上，手机里有音乐，有没有啊？有。你用一个最劲爆的音乐听啊，然后你数数，从一数到一百啊，但是中间断了不行啊，断了就得重新数，好不好啊？快快快，赶紧进去，把音乐放大啊，听到什么音什么声音都不许出来啊。关门关门关门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你是新来的吧？这事已经解决了，速回家。陈叔叔，你听音乐啊。哦。我已在金沙路西部大饭店见到老乔，他将和狼王合作，狼王即将重返境内，具体情况不明。知道。别追，别抓，把这个给抬去。段真，遗憾跟沙小飞是一起过来的。沙小飞在九分钟之前已经离开了朱元楼，上了一辆黑色轿车，号码牌照为霞 A U8096，正处于北平路的中段，离你不足3公里的距离。遗憾刚离开医院。目前处于华山北路，上了一辆白色大众，号码牌照为霞 A76533，往铁金楼管区的方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师傅，继续追，把气势造足了，不要抓人啊。不是师傅，您不是说一个小时以后医院抢救时间？走，华山北路铁骑老馆。人在哪儿呢？跑出来了吗？
谁他妈让你开的枪啊？长乐山桥路口，过来接我，赶紧的。师傅，这一涵总算冒头了，您怎么就突然改主意了呢？程凡的主意。海军，情况怎么样？不是致命伤，但是昨天刚刚做完手术，我们还在努力中。这是程凡让我交给你的。这是个好机会啊！你带人先去探探路，让家里所有的警力全部出动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让他们停在离你一公里之内。根据现场的情况，你当机立断，快去吧。是。上分。死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马上。他在哪儿？我他妈马上就被他害死，你说呢？先回家，姐妹聊。告诉你不用啊，长山桥路口过来收尸，来晚了警察带走了。想要多少我给你。觉得这个杂种值多少啊？说出你心里那个数，我给双倍。小飞能不能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和你继续合作。以他的能力，如果十秒钟之内杀不了船帆，说明他一定有鬼。你带着枪，他杀不了，你杀。杀警察太显眼了吧？如果人们听到动静，也只会以为是他杀的。明白。车吧，娜娜。西部大饭店已经开了26年，之前的法人代表姓陈，但前年已经死了。现在的法人代表叫陈红琴，是个女的。她目前的老公叫金生财，2006年。金生财因为参加黑社会组织被抓，关了5年，放出来之后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。等着，
的。一方走了。我很难过，但是疑人不用，以后还是这样。龙七这个家伙，他到哪警察就出现在哪，这是巧合吗？还号称从来没有失误过，这一回连个病秧子都没捏死，这小子是有问题的。他是有问题，但在杀他之前必须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的人。这可不像你啊。我先稳住他，你继续查，记住不许带情绪，结果务必准确。那个季先生的电话你拿到了吗？啊，这是从一个卖钢琴的老板手里得到的。据说这个季先生喜欢弹琴，跟这个老板关系不错，这上面有他的个人签名，私密性比较高。把你电话给我。你不是让小飞见过了吗？让小飞去，一是练练胆儿，二是探探路。你们现在很多人还是和白老二一条心，都认为不能和果木兰合作，那我就把他的女婿叫过来，让你们看看这笔买卖到底能不能干。喂，小季先生，我是三叔。三叔，方便见个面吗？您在汉北吗？我们应该离得不太远。还是改天吧，三叔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地点你来选。好吧，地点还是您定吧。地址一会儿发你手机上。嗯，好。你们俩饿吗？饿，饿。师傅，先别掉头，到金山路吃口东西。啊。小飞呢？死了，以后跟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问你，小飞呢？说话呀！
起成雨，人间烟火，流浪荒漠，心跳若听懂承诺。醒来，忙碌依旧，缓缓越过山峰，无数个。